好，下面这个例子呢，有点稍微有点什么，有点那个，不能说复杂吧，只能说比较麻烦。你看啊，我把这个的遮住，让大家看一下啊，把 meaning 遮住，让不让你看。统计出 etc password 中用户使用的 shell 的类型以及它们的数量。这话呢可能有点绕，我想要说的是什么效果呢？最后是这个效果，使用并下的 bash 的是131个，使用并下的 syc 的一个， hat 的有一个， login 的有63个， shutdown 的有一个。就是我想取出每一种 shell 有多少种在使用。你看，第一 password， 这个最后一列是不是？最后一列是啥？是用户使用的 shell 吧？我就是想统计出来有多少个。那么这个思路是怎么思路的吧呢？先取出第七列，就是把第七列弄出来，然后再排个序就知道了，看到了吗？然后再把相同的去个重就知道了。那怎么取出第七列呢？我们先用一条命令，这条命令呢可能现在还没有讲过，但是呢没有讲过的命令多了去了，是吧？我们先借用一下是不是可以？这是我认为一个非常强大高级的命令，叫 awk， 按照冒号分割，然后注意这里的我的写法啊，看啊，看我的写法，引号引号，大括号大括号，成段写出来，看了吗？ etc password， 然后打印print 打印 $7 第七列。这个命令呢没有那么痛苦，一回车你就知道是第七列出来了，看到吗？就纯粹把第七列给就取了第几列。这些命令啊，大家不要一下敲出来，而是像我一样先怎么做，先做一步，如果这一步你还不满意，再怎么办？再加工一下，再不满意怎么办？再加工一下，看到吗？各位，我现在我们的思路是先取出第七列，然后再排序吧。好，现在你看出现的 shell 是不是各种各样的 shell 是不是那个都有啊？而且他们好像没有挨到一起。然后我们用一个什么 sort， 这个时候就没必要指定第几列了，排序。你看相同的是不是到了一起去了？然后再什么，再用一个命令 ，unique 了也不难理解。两个一，它只最后留什么？一个一去重，最后留下的是用户使用 shell 的类型，看到吗？但是如果说想要统计一下杠 c， 它会显示每一种 shell 的什么数量，明白？我再说一遍，我这两条命令，这条命令我分了四次来给你敲，我就想告诉你每一次敲的效果是什么。各位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仅仅是干嘛？按照冒号分割，然后打印出取出第七列吧。第七列是哪一列？就是 shell 类列，是吧？然后紧接着呢，在什么排序？你为什么要排序？你要是不排序，就直接去重的话是有问题的，因为去重的话，它只是把相同的两个去重。你看，留下一个 login， 但是下面也又有，看到吗？对，它只是把挨着的相同的去重。那么前提是你要把挨着的先整到一起去排个序，然后再去重，明白意思吗？好，但是今天我们讲的不是这个命令本身，我们讲的是管道，所以不要喧宾夺主，好吧？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点喧宾夺主的感觉，好像我们在干这件事情，其实我们干的是那件事情，就是用管道来实现多条命令的一个配合，明白意思吗？就是前一个命令的结果来作为下一个命令的输入，再作为什么下一个命令的输入，明白意思吗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今天的主旨不是干这个事儿的，但是呢这些命令很重要。比如说我们在第四个阶段学习网站项目这一块，我们要对日志进行各种分析，我们要取出日志当中的某一列出来有多少个统计，那就要用到这些技术，知道吗？那就不是一下一刀能够切下来的，你可能来一刀然后再什么还不行，再管道给下一刀再处理一下，再来处理一下，最后切成我们想要的效果，明白意思吗？就一刀不行来两刀，两刀不行砍三刀，总砍死为止，好吧？明白意思吗？会不会？会。你砍过人啊？ F 是用来干嘛？指定什么？
字段分割符，这个跟上面那个不一样，上面是杠 T， 是不是指字段分割符？其实 sort 这个命令一般情况还真不会像这样这么复杂的使用，为什么？一般 sort 就简单的 sort， 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就一列了嘛，最后去重呢也很简单。那这个地方能不能加杠 n number， 按数值排序可不可以？不应该这样做，因为里面不是数值，因为我们要排序的东西真不是数值，是什么？是字符串。好，下面这个命令呢，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啊，我今天讲的不是重点，不是让你去统计这个 shell， 好吧？重点是干嘛？我重点让你去统计这个用的是管道，明白？好，下面呢，为了做下面这个实验呢，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场景。什么场景呢？我要统计网站访问的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前二十名，排行榜 top 二十，能听懂吗？那怎么统计呢？你得有网站，第二得有人访问你才行，明白吗？没网站，没人访问你，那叫什么玩意儿啊？好吧。好，这样啊，这样怎么做呢？你先可以先把这个实验环境先准备一下。什么环境？其实在前面我们已经带大家装过，至少是装过那个阿帕奇，然后启动呢也没有那么困难吧。然后叫什么 start HTTPD， 当然估计还是防不了，因为有防火墙。关了那也行，防火墙关了好像好还是不好呢？关了很可能对别的一些服务什么有一些影响，临时关一下，那就临时关一下呗，记得把它打开啊。这是关闭，临时关闭防火墙，叫 firewall D 防火墙。好，这三步不是我们今天的主旨，好吧？这三步只是为了准备一下网站，然后呢，紧接着让一帮兄弟说。你们访问 ，RF 5给我刷新，好吧，明白吗？现在我不用准备了，为什么？我的这台机器多少？10.18.40.100，是不是可以访问啊？好，现在呢，请大家等一下，我先说一下 mini 的事儿，好吧？这个命令呢也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主旨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很抱歉的是，这里面出现了一些命令，无论是网络管理还是其他管理，都只是今天我们用来干嘛，服务于今天的管道举例，好吧？当然这些例子呢也是实用的例子，也不是瞎整出来的。好，看这里啊， SS 杠 AN， 然后过滤什么，过滤以什么开，里面带有什么80的访问，你看是不是这里面有好多好多人访我的80啊？是不是好多人访我80？当然这个字体有点大，它正好折行了，我们缩小一点点，好吧？还是有点，反正是不是看，是不是好多人访我的80？这位兄弟访我的80，看到了吗，各位？来，你们不用先不用访啊。然后我们想要把什么 IP 给打印出来，然后最后排个序。去个重，先看 IP 在第几列，就坏人把 IP 在第几列。你说的是按什么分割？如果按冒号分割的 table 好像不太好分吧？这是坏人的 IP， 是先要取那一列嘛？第几列？如果按冒号分割的话，第一列、第二列当中这个、第三列、第四列、第五列。第六列、第七列、第八列，其实最好数的是倒数第二列。所以我们把第八列取出来看一下啊，第八列，然后我把字体放大一点啊，这前面是不是都没问题啊？今天重点不是这儿啊，然后管道给 AWK， 按什么分割？冒号分割，打印出$8，这就是坏人的 IP， 看到吗？当然你们说倒数第二列怎么实现呢？这个今天没有讲过，
到第二列是 NF 减一，倒数第二列。那这个 NF 呢，你先不要设计吧，好吧？我怕设计的话你死的心都有。先怕你死过去，至少在清醒状态下先讲。那个打印第八列打印出来吧，是不是得到的是不是所有的那些坏人的 IP？ 嗯。然后你看这家伙防我这么多次，那多少次呢？不知道。然后，排个序，还是看不出来。然后再干嘛 ？ULIQ 杠 C， 明白了吗？然后再打印 top 二十，那这儿没有二十个，一共三人防我。来，全班都有，请访问一下那个哪位机器？访问一下我们的10.18.40.100，然后一顿刷新 F5 按住刷，好吧？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，都来配合一下好吗？看看，嗯，来了，反正也不少了。好，算了。来，请问大家，我要打印出前二十个，怎么打印？好像还不行吧？这样，然后再按第几列排序？然后按照第几列排序？进不去了。没问题啊。好，这个服务器没有做任何的优化啊。就是供我们使用。哎，行了，别说，别整了，我跟你说吧。哎，听话，来，同志们，我现在是不是只打印出了每个 IP 的那个啥？我现在要干嘛？按第几列排序？哎，按第几列排序？再问一遍。什么第八列？这一共就两列。那就是 sort 杠 k 结一杠 n。top 20的话应该是逆序好一点吧 ，rn， 然后再 head 杠20，20多了，来少一点，5吧。这几个不要脸的防我这么多啊！当然再回车的话又会变，不是再回车又会变，因为这是一个实时状态，好吧？看到吗？好，我想说的是。也没有哪个神仙能够一步把这个写完，也得先敲一步，再干嘛？看一下是什么东西，然后再往后补，一段一段，能听懂吗？不是，你要说老师，我脑子里面就有这个整个框架概念，我能从这儿写到这儿。你不用学了，好吧？对，你毕业了。当然有同学说，那每次写这玩意儿吗？不用，我们把这个写到脚本里面，是不是按一？比方说，我按一显示 top 二十，我按二显示 top 什么三十或者五十，我写到脚本当中去吧，明白吗？我到时候只要去按一下数字选择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好，我要说的是，请看这个是不是过滤一下带有80的，然后打印出第几列，第八列排序去重，是不是显示这么一个情况？哇，你看很大吧？然后紧接着呢，按照第几列排序，第一列逆序排列，按数字打印出前二十个，这就是 top 二十，能懂吗？这里想表述的是，管道用了好多个，随便用好多个都没关系，你想用就用，好吧？反正管道是可以随便接，又不要钱。一件事情做不到，管道给下一个程序，再管道给。下一个，再管道给下一个，明白意思吗？能听懂吗？好，再次强调一遍，我今天的主旨不是为了讲这个统计 top 二十，好吧？我今天的主旨是什么？讲管道。整个要熟悉的话呢，你需要了解几个东西啊？要想对整个命令熟悉，需要了解什么东西？想想看，一，管道要知道；第二，网站这个服务器要懂，对吧？第三。还要了解什么 AWK 是不是这东西才可以？这整个知识点概括起来，才能把这个命令整个敲出来，明白吗？今天你就照着先，大概照猫画个虎，敲一下呗，好吧？照虎画猫吧。好，第五一个，我要打印出当前所有 IP， 什么意思呢？看我这个计算机上面，哎，我这个机器上面啊。
是不是有？看，我上面有很多接口啊。我用了一个 IPA 来显示我这台机器的什么 IP。你要不习惯就 ADDR， 你再不习惯了就 ESS 也行。我就喜欢 IPA， 简单明了大方，方便快捷。那我要显示所有 IP， 看这是不是 IP？ 这是 IPv6 的啊。然后这是不是也是 IP？ 这是不是也是 IP？ 我要全显示出来，我就要获得 IP， 啥也不要，我就要这样一个最后一个效果。那怎么办呢？对，记住，先过滤行，最后再切割列。那过滤哪一行？我觉得带有 I 什么 ？I let 过滤一下，带有什么 ？I A E T 回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但是我不想要 IPv new， 我只想 IPv 四。怎么过滤 ？No， 加一个空格，是不是也可以？是不是过滤的时候加一个空格就可以？这个是不是 I let 空格？但是我想说的是，这个空格然没有用。我说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就告诉你，请使用引号，这就是空格，看到吗？所以不要你那个引号，有时候真的用处非常大，特别以后在讲正则的时候，引号那是至关重要。所以不加引号的人，你就是一直在狗刨。你是能够游能够往前游，但是你记住，始终是狗刨，这是蛙泳。OK， 看你不接受正规的，你要非要听那个坚信则暗的那种，那没办法，是不是？我讲的是对的，好吧？不要去看什么所谓的书啊，这那的，前面的基础中不需要你看任何书，明白吗？不需要。好，那个明白了吗，各位？有人好自欺欺人的，他就像说，他说老师过了一个带空格的，这发现一点用都没有啊。我们是这样子，好了，我刚刚讲了，先过滤出什么来行，然后你把这一段给我切出来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按什么切？管道给谁？ AWK。 按什么切？空格的话就不用是 F 了，就是打印第几列print 打印到这第二列。我想说的是，我要的不是这个结果，这个是子网源码吧，我要的只是 IP。 那你再什么，再给管道 AWK 按什么分割？按斜线分割。注意这里的要千万注意，凡是写符号的话呢，一定要先成对出现，打印第一列 IP， 明白了吗？这就是我想说的管道的魅力。然后紧接着你看我屏幕上这边也是一样，管道管道管道，明白？还有一个例子，打印出根分区已用空间的百分比，仅打印数字，什么意思呢？先看 df， 这个命令我们也没有讲过，这是做磁盘统计的，是吧？我要打印出根分区，我要打印什么呢？85%这个数字。有时候你看吗？不看见了吗？看啊。如果是程序要去捕捉这个数字呢，那怎么捕捉？过滤一下 GREP， 什么能不能过滤斜线？什么不能，大家都有斜线，过滤斜线结尾的。你看是不是斜线结尾的就他一名？是。过滤斜线结尾的，但是我们要的是第几个？我们要的是那个数字吧。然后交给谁 ？AWK， 然后来打印第几列？先不要说到第二列的事儿。你要是聪明人，到第二列的话，你就 NF 减一，好吧？你要不聪明的话，你就先数一下，12345。我说了，我要的是数字，因为我们在程序上做判断的时候，百分号是不能参与比较的。那怎么办呢 ？AWK 按照什么分割？按照百分号分割，引号引号，括号括号，打印 $1， 我要的是这个结果，明白了吗？
再次强调一遍，今儿讲的不是 DF mini， 那是明天讲的，今天讲的是管道，但是我们管道的总得举一些比较有用的例子吧，就是这些例子，看了吗？管道，当然管道还有很多处很多处用法，很多很多很多，今天我们只是讲到管道的一个基本的用法，明白吗？大家可以自行预习一下这个下面这个管道，这两个管道你见过吗？不可能没见过呀，哇天啊，这个没见过，三叉管没见过呀，我这三通没见过呀，那你这个管子它只能够走一条线啊，这个三通它能够走两个地方去啊，看到吗？所以你们的心目中可能就一个管子，这还有三通，明白吗？好，关于三通的用法了，我也给你举了很详细例子，那个我们后面再说，好吧？把管道先给我玩转 ，OK？